你和苏似乎有些矛盾。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讨厌我的人太多，我已经分不清是因为矛盾还是别的什么了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他似乎的确是最讨厌我的那一个。你对他做过什么吗？没啊，为他做了一次再成功不过的手术，让他陪我给别人做了几次手术，除了这些想不到什么了。或许是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误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老是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，明明我也没做什么呀。不过苏啊，凭他的医学造诣和理解力，他应该能够成为和我一样甚至超越我的研究者，可他却被自己内心那些无用的道德给束缚了手脚。可惜呀，可惜。我差不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